荔枝女王热播，本周第十二集播出，再次创下收视纪录。而女主角金智媛人气越来越高，还拿下烧酒代言，体现了国民度。金智媛 IG 追踪人数近日也正式突破千万，加入千万俱乐部 K-pop 名人之一。不过金智媛不拍戏时几乎不会出现在社群媒体或电视上，私底下是非常内向的典型 I 型人。从她的 IG 发文数量可以看到，前几张横跨2022到2024年发文，平常几乎不会分享生活的美照和动态。追踪金智媛的 IG 感觉只追踪了寂寞，因为金智媛只有在有拍戏的时候发出幕后花絮照宣传。近期泪之女王播出，金智媛也努力周更，但还是让粉丝觉得不够。喜爱金智媛的粉丝都呼吁金智媛多多发文，希望天天可以看到美女。